我叫耿田，身高1米99，是雅雅的亲姐，妹夫好啊。我被大明星白宇当成男生招进了偶像团体，现在是录唱歌，好好表现。嗯，你落在了星空，而我忧心忡忡。不要，我们的百万调音师呢？走调太猛，过劳了。看来只能请千万调音师了，没问题吧？放心，我可是蜘蛛精啊。你落在了星空，而我忧心忡忡，还有一种无处安放的情绪，不是得知自己唱走了两个调音师，我羞愧难当。那天晚上，对不起，我唱走了1000万。没事，明星跑调是常事。大男的别搂搂抱抱，被狗仔拍到，还以为我那个什么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不哭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爱过的那个男人。兄弟，冷静啊！